好，日本料理的窍门多，就连呢回转寿司的转的速度也是有学问的。根据研究呢，发现这个速度一分钟是 4.8 公尺，因为呢是最好的速度。你只要呢一直盯着这个回转寿司的速度看，看着看着呢，你的大脑呢就会放出了这个放松的波，等于呢是半催眠的效果，容易让你呢一盘接着一盘吃个不停。平常我们在吃回转寿司的时候，总是会忍不住一盘接着一盘。有专家就说，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，可能就藏在回转寿司的回转速度上面。一盘又一盘寿司顺着输送带迎面而来，真的有种莫名的魔力，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拿，不断把寿司往嘴里送，一盘、两盘、三盘，没一会儿功夫，桌上的寿司碟子竟然就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好的。说来很神奇，有美食专家研究发现，只要一直盯着平均时速一分钟 4.8 公尺的回转寿司桥，根据研究，这个稳定的速度就会让人的脑子发出放松或无警觉的阿法波，让人陷入半催眠状态，就会一盘接着一盘，欲罢不能。研究指出，阿法波平常只有在静坐或是聆听心理音乐的时候才会增强，没想到现在连吃个回转寿司也暗藏魅惑人心的魔力，不小心就会让人突破极限，变成大食客。不但如此，回转寿司在人潮比较少的时段上菜也有策略，生鱼类的寿司会比较少，取而代之的都是豆皮、海苔类的寿司。饕客们在吃回转寿司时，可能也没有想到，原来背后有那么多道理学问在。中央新闻蔡柏旭、杜伟玲，台北采访报道。